这个方法肯定是建议的，因为高血压它最容易发生的原因就是动脉粥样硬化，而我们说阿司匹林的最主要的作用是抗动脉粥样硬化，而高血压是我们血管疾病的最主要的一个发病因素，也就是说，高血压的病人通常他都会比非高血压的病人更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。而这样一个有效的，而且是一个特别特别经济方便有效的药物阿司匹林，通常会和降压药联合使用，达到去减少高血压病导致并发症的这样一个风险。